康普舒使用小贴士：康普舒口腔含漱液来自英国，可用于预防和治疗由放疗或大剂量化疗引起的口腔黏膜炎，以及暂时或持久性口干、咽喉干涩、唾液分泌减少、口腔干燥等症状。使用康普舒之前，需准备一个洁净的玻璃杯，取出康普舒 A 和康普舒 B 溶液，拆下单次剂量康普舒 A 溶液，旋钮打开，在杯中倒入康普舒 A 溶液，然后再拆开单次剂量康普舒 B 溶液，旋钮打开，在杯中倒入康普舒 B 溶液，摇晃杯子使两种溶液均匀混合。注意，溶液混合后应立即使用，先含入1/2混合溶液，漱口1分钟，吐出溶液，再含入剩余1/2混合溶液，漱口1分钟，吐出溶液。特殊使用注意事项：使用后至少15分钟内不得进食或饮水。在治疗期间，每天使用4到10次，每次剂量含1支 A 溶液和1支 B 溶液。具体每天的使用次数，请遵照医嘱。本品中含钠，每30毫升治疗剂量中含钠71毫克。需低钠饮食的患者，在使用前应咨询医生。意外吞服康普舒不会导致不良反应。